焦点主题十四，二阶行业式，符号 A、B、C、D 这种形式呢，我们称为二阶行业式。我们定义二阶行业式 A、B、C、D 等于 AD 减 BC。这个行业式所代表意思是对角线上 A 和 D 相乘，减掉另外一组对角线上 B 和 C 相乘。我们来看个例子，这里有个行列是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它可以等于一和四对角线相乘，减掉二和三对角线相乘，所以等于一乘以四减掉二乘以三等于负二。老师讲解十四，四球行列是九、四、三、八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的解析。行列是九、四、三、八，我们把它展开来，它是九和八这一组对角线相乘，减掉四和三这一组对角线相乘，所以等于九乘以八减掉四乘以三，因此等于72减12等于60。